你看，总有拆台的，你看。看看严公明是否能踢过此关呢？来。瞅着那个板子，把它想象成香蕉，最后他才有动力给他踢完。真的是用脚踢到的。对，用脚踢到的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宣布严光明获得本次比赛冠军。恭喜光明！我们所有的男嘉宾，哎，包括我们也展示完毕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要进入到一个自由选择的阶段。对啊。第一轮选择马上就来了，到底谁是谁的搭档？待会儿见。来，明星转起来，该转你就来。马上来到我们现场第一轮选择，是依据呢是刚才的成绩，谁赢了谁先选嘛。哎，所以呢，按照成绩的话，我首先你行了啊，你首先你首先你给我待在这儿。你看他们激动都换上花花绿绿了，什么？这拉拉队都上来了，给你助威，着急的嘛啊！有人比他们还着急，我听到波浪鼓响了。好，哎，开跑了，开跑了，开跑了！哎呀，还是露露了解我，对，因为呢，我这一环节准备要采访一下特别愿意接受采访的厉威廉。好一下，厉威廉，请接受啊！厉威廉同志啊，听说前段时间啊，你拍了一个叫《野蛮女友二》啊，很野蛮拍的啊。这个《野蛮女友二》里边，您是演一个什么样的这么一个角色？野蛮女友就是以前那个韩国的电影，所以那个故事的内容是差不多。我就是那个被欺负的那个男主角。然后你发现，哎，但是以前你看我们看到那个我的野蛮女友的时候，车太贤就是很受气，然后演得很喜剧的感觉。那这种角色，我觉得跟你以前演的那个王子形象差别很大的。是的。你这回演的也是这样一个形象吗？对，其实我希望可以给大家看一个不一样的我。然后在这个戏里面呢，我会演一个真的被欺负、很害怕、没有自信的一个男生。我替你得出一个结论：所有的野蛮女友都很二，所以是野蛮女友二。好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威廉。谢谢，抛完了吧？对，你看看，非得插一下，为什么呢？那么我们就继续来进行选择吧。好吧，根据刚才的成绩啊，我还是决定要。哎，你决定在这待一会儿吧，行不行？我说刚才第一名是咱们的严光明，谁先选？那行，严光明，来，先让你来选。好吧，光明，你先选。借下麦克好吗？哎呦，那就把我的心声化作歌声，唱给我的姑娘听一听，好吗？亲爱的姑娘，我爱你，让我走进你的世界，和你在一起。